Hello，大家好啊，莎姐。咁莎姐之前就撞亲只脚啦。咁喺呢件事上面咧，而家淤咗，淤咗一大笪添。咁喺呢件事上面，我就发觉一啲人生道理。即系有阵时我哋唔摆好啲嘢咧，成日以为，就咁劈，求其放任佢啦，嗰嚿嘢系放任佢啦，跟住最尾系会导致到自己受伤害嘅。咁我就从而就发觉，啊，啲医护我哋都系咁做。即系我哋系放任咗啲医护，由得佢，跟住就而家濑嘢啦，吓，而家真系濑晒嘢啦，黑医护又出嚟啦，黄医护又出嚟，乜鬼都出嚟。咁就当然有班反暴嘅议员就系骚扰紧我哋内地嘅医疗队啦，吓，咁系冇人报道嘅，系冇人报道嘅吓，系冇人睬佢添啊，咁反而有人报道咧，就系话。有啲唔知乜嘢人嘅人啦，就攞住几张嘢就话我哋唔需要中国嘅医疗队，我哋香港自己可以搞得掂个检疫嘅。我哋就之前太放任佢啦，由得佢喺度摆喺度，咁成日就唔执好佢呢，即系唔执好呢坛医护嘅嘢。而家咧就撞到我哋，跟住蒙牙血啊，瘀晒啦。咁但系瘀晒要捽药走噶嘛，要捽药走捽散佢噶嘛。咁林鄭有冇做到呢？嚇，醫管局有冇做到呢？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。咁我哋而家睇一睇嗰個醫，即係嗰扎唔知咩啦，話香港可以做得到嘅檢疫啦，話我哋搞得掂。嗱，我哋睇翻，我都唔好話睇翻疫情初時嗰陣時咧，班咩啊罷工救港，要封關罷工救港嘅醫護。話我哋防疫唔足夠啊！我哋根本做唔切啊！而家又話做得切喎，又話我哋夠人手啊，咩嚟嘅？都唔好再講呢個啦，唔好講呢啲疫情啦。喺疫情之前嘅 N 年，成日都喺度不斷催話，醫護人手唔夠，醫護人手唔夠，所以喺急症室要等8個鐘嚇，要等8個鐘。你而家話俾我知，你而家有疫情。爆得犀利嗰時，你又話醫護夠，咁係咪即係話俾我哋知？之前嗰幾年係你哋係呃緊我哋。even 我哋而家去，即係萬一真係要走去急症室，都可能要排5、6個鐘嘅喎。爆嗰時係咪先？咁係咪即係你呃緊我哋？其實你哋一直都係醫護夠，而你一直呃緊我哋市民話醫護唔夠人係嘛？即係我哋等8個鐘，其實就唔係因為醫護唔夠人，所以我哋需要等8個鐘。系因为你哋去偷懒蛇王，所以我哋要等8个钟，系咪啊？其实够人嘅，你谂下疫情爆得咁犀利，你都话够人嘅，咁即系话平时系非常之足够人数啦。咁点解我哋要等咁耐？咁我哋点解排专科，我哋要下下等几年？系嘛？即系如果你排眼科嘅话，一般人嘅话起码要等几年吓，老人家条队好啲啦，1年左右啦。你而家睇精神科都系噶，我成日都复诊嗰时都会睇嘅。咁最快最快嘅 case 都要排年半，成人好似成人脑力就排年半至2年啦。如净系我嗰间咋，其他嗰啲人口多嗰啲唔知啊。咁如果你小童嘅可能要排2年几，点解要排咁耐？会有情绪病可以排咁耐嘅咩？你又话医护够吓？我唔知點解啦嚇，但係我從一個客觀嘅情況睇，你救醫護又點啫？你做唔到嘢啊嘛，你搞得掂咩？你搞得掂就唔會每日都有咁多 case，有咁多嘅不明嘅源頭啦。係啊，即係報章講到好似好漂亮咁，連續5日雙位數字。其實我話俾你知，你雙位數字我都當你三位數字。95同100有咩分別啊？真係爭5個爭好遠咩？89同100有咩分別？爭11個爭好遠咩？我唔覺咯。你連續五日都係80幾啊，九即係80到問啊，90幾啊，95啊，90幾嗰啲，有屁用啊？你個雙位數字唔係落到去30、20啊？你同100有乜分別？你爭嗰幾隻？
但係我係當你一百噶，我係當你照殺，當你三位數，即係你呃咩人啫？其實好多市民就會聽到呢啲就所謂嘅偽術嚇，虛偽嘅偽術，啲報章就要報數到呢啲虛偽嘅嘢。你諗下，如果我八十九個，我有成三十幾個，我係暗窿唔知源頭嘅話，即係話我計買一送一。即是说可能你有三十几个不知源头的话，即是说你出面仲有三十几个人可能染了热你未找到，那你都过百了是吧？而今次好彩就是八十九个有三十几个 是源头不明，但有时候是九十几个有一半是源头不明的，那就源头不明怎样？我已经不当你买一送二的了，是当你买一送一的了， 你 都过百了。而家最恐怖嘅就係源頭不明啊嘛！如果你一百個，你全部都知道源頭喺邊嘅，咁大家就唔需要擔心，即係唔需要咁擔憂，亦都唔係一啲咁恐怖嘅事。但係如果你源頭不明嘅話，即係話呢個個數可能係源頭不明嗰個數，可能係成一倍，即係可以食一個 double， 或者係三倍、四倍、五倍，一開二三四五。你不知道，這個才是恐怖之處嘛。如果你搞得掂，為什麼你控制不到？你找不到源頭，你找不到源頭即是控制不到啦。那你還說你給我們知道你搞得掂？如果你搞得掂，為什麼會有人是不可以即時入院？如果你搞得掂，為什麼現在不可以清零？ 你看看現在內地已經清，即叫做清零啦。就算是成國全國都可能是一個兩個起，最多十個八個子咁樣樣。人哋十四億人口都淨係咁樣樣嘅啫喎，點解我哋七百幾萬人口會搞到咁？你話俾我知你搞得點？你唔好話俾我知大陸啲數係假，我唔信。因為你其實而家大陸你係隨時可以上去睇嘅，你咪想睇下咯。你話你唔信武漢咩咁咩嘛？唔信內地就係死咁少人啊嘛？你咪想去武漢睇下咯。你可以上去噶，而家武漢開放翻啊嘛個城市，你可以上去睇噶。你睇下美國，如果真係如果武漢有死咁多人嘅話，冚得住咩？有衛星噶。你看美國紐約咋，佢死幾多少人啊？即刻俾人衛星睇到佢喺某一笪地方變咗亂葬崗，就是、撞嗰啲屍體。啊，佢哋訂咗幾多屍袋，係愛嚟裝屍體。佢哋訂嗰啲係凍肉櫃，已經係冇殮房，已經冇曬辦法爆曬，就唯有訂嗰啲凍肉櫃，即係豬啊牛嗰啲凍肉櫃，愛嚟懟屍體。你睇翻啲相，嗰啲人係踩住啲屍體，懟啲屍體入去個凍肉櫃噶。你睇下，如果點解要咁啊？點解要用土埋啊？就係、是、因為佢哋燒都燒唔切啦，啲屍體，所以先唯有土擁咗佢咋。你諗下，如果武漢真係死咁多人，要燒屍體嘅話，你唔成堆煙啊？你覺得可以避到咩？你覺得可以避到咩？避唔到噶，因為你燒嗰啲屍體產生大量濃煙噶嘛，你一定睇到，邊度都影到。你覺得美國係冇衛星嘅，係嘛？你覺得咁大濃煙係冇人會睇到嘅，係嘛？你就算揾笪地方嗡啊，都影到啦。點解美國揾笪地方嗡，我哋即係美國衛星影到，我哋會影唔到啊？中國咩？即係。而且最大的話就是你喜歡的你就隨時回武漢看咯，現在不是不讓你看，你現在不是去不到武漢的吧，你去美國看就是去不到，但你武漢來的武漢是開放的城市，你只要你可以隨時去，跟著隔離14天你再去周街躝的了，你就看看你自己眼見的東西咯，哪時有得騙的，是不是？現在不是說武漢封了城，內地封了城，
唔俾你上去，而家係俾你上去，不隔離十四日啫嘛。嗱，我唔信你上去嗰十四日，佢就會清所有嘢清曬，然後俾你睇到光鮮嗰面，唔會特登為你做咁多嘢啊！你唔好係咪自視過高咧？你咪睇下佢哋人哋係咪真係已經復工復產咯？係咪真係死咗咁多人咯？你咪走去武漢睇下咯，又唔係唔俾你睇。如果真係仲係而家內地仲係爆疫情爆得咁勁嘅話，你諗下點解啲資金會不停咁樣樣捨棄美國而去流入去中國？你諗下點解我哋國安法立咗之後，其實我哋個股市冇乜點大變，亦都冇大跌。如果真的國安法是一個所謂的惡法，是令到經濟不穩定的話，你現在還可以24,000-25,000嗎？沒可能啦，你19,000啦，是吧？為什麼不落？就是因為大家看到中國已經是復工復產，你不信中國，你都信下那些什麼 Bloomberg 啊，美國那些什麼 Bloomberg 啊，信下美國那些什麼財經專家，他們全部預測都是中國會有1.幾%增長，而全球全世界所有國家都是負增長，增長是負幾多個%，好的就負幾個%，不好的好像美國現在負30幾%，我不知道到年底負到幾多啊。你咪睇下咯，所以我覺得大家有陣時真係睇清楚個形勢，即係我覺得醫護都係。如果你哋睇下，如果大陸嗰啲醫護真係唔得，點解人哋可以清零，你唔得？即係你技不如人啦。即是你是啊，你的牌是可以啊，但是你能力不得啊嘛，即是说你只是一个书呆子啦。现在这个世界读书叻有书缘不代表一切，不代表一切，是要有本事的。你即是说给你知，告诉我们知，你只是一个懂读书懂考试懂背书的人，但是你能力有限。真的你不要真的那你這班黃營的醫護不要再騎劫一些正常的醫護，不要真的再騎劫一些真的為香港付出的醫護的意向，好不好？你自己代表你自己就算，不要騎劫人家，人家是沒那麼閒跟你去糾纏，因為人家真的要做事，真的就是因為你班咁嘅黑醫護喺度偷工減料唔做嘢，所以做佢哋做多好多。你唔好成日騎劫咗人哋意志，搞到我哋市民對其他醫護都係抱住呢啲咁嘅印象。其實咁樣對其他醫護係好唔公平，就係、是、你呢一堆咁嘅老鼠屎，搞到其他醫護俾你哋侮辱咗。咁希望麻煩你哋下次做咧，你哋就自己出嚟代表你自己好啦。咁今次就講到呢度啦，咁下次再傾下啦，拜拜。